文学奖请强嘅必须，二零二二台湾文学奖今年举办颁奖典礼，今年嘅经典演出大奖嘅颁奖得主系由赖永义用彭世芳奖来得到，另外是得到金像奖最佳制作人奖、韩国最佳种子人奖嘅钟永峰，头摆只能用散文来创作。强化用嘅亚韩卷嘅文学作品，同时得到咧经典奖、韩国片类奖嘅荣誉。来，恭喜钟永峰老师！接下台湾文学奖奖座，是做过台北市文化局长，没写过《东多条》，下架过《桥界》钟永峰，创作界强化用嘅亚韩卷文学作品，经过十五年嘅时间来写，今年来融入我来参与闽南地方嘅乐团老工作，写出日我背后共同人嘅故。礼拜拿到咧二零二二台湾文学奖嘅经典奖老会类奖。日本首出，俺两个合作也。你是闽南人，所以就跟也合作过上地杯，因为写一条古话，每一条词，后背用的歌唱，佮还有后生时代用的许多文化跟音乐的影响，其实全都写出来啦。头摆都系用作自家嘅身份来创作嘅钟永峰，为新乡乐队创作嘅《东多条》客家歌曲。礼拜头一摆用散文来创作，写出自家生命嘅纪念，受到评审团嘅肯定。他能够把他自己过去的经历啊，尤其是客家美浓反满美浓水库，从当年他一个人回到自己的家乡，参加了反美浓水库之后，自己又从政，然后慢慢觉醒。到客家的那个文化，到客家歌曲，显得非常好看。评审团讲，今年后生的作家安多重启江月，持续有创作故土的作品，每都有。一百多种的作品，多艺术、多样式方面都有发挥，为行动多年，看得出一流作家十分开创，未来新界风格韩国特色。客家新闻采集会前面日台北报道。